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啊。我们今天刚刚招募了这个新春小鹰啊，这个门庆可能是邀请了，这个刚招啊，我这还在，别这么快啊。那我们炫耀一下，69个人见人爱。今天又应该是昨天刚招了个友，今天又招了一个。新春限定春野樱啊，人见人爱。至于能不能那么好打就不知道了啊，我们把它登场也看一下。哎呀，哇，披着大衣啊，我们先进去练习一下啊。看一下效果，这个是泳装的，限定的在哪里？限定的在这里。人见人爱，我觉得这姿势还挺帅啊，挺漂亮。哎，这什么普攻？是不是连啊？我看一眼，一二三，哎，好像可以连啊！哎，不行。算了，我们先换一下技能，一技能。我们先无尽火力一下，就这样啊，得按住。不对啊，二技能。我们无尽火力关了，我们看一下二技能可以爆几次。哎，这奇怪，这个有点懵啊！可以爆三次啊！但好像一技能好像很尴尬。看大招啊！大招和别的小樱没什么区别。可以爆三次，啊！这个不错，我们差不多去打一架。调整一下阵容啊，把这个带上，再带上新春组，祝新春没人。新春组合是凑齐了，本来应该人见人爱换中间啊，但是我们为了先玩嘛，先看一下能不能打得过啊，小南。要不要见一下？哎呦我操！你别这么快把我搞死了吧！卡了一下。哎呦！哎，完了！没有机会搞死他的，哎呦我操，怎么样啊？首秀就这么挂了啊！太坑了，遇到小南真是一点没有人情
一点不懂的怜香惜玉啊，戳死你。我操，搞事情啊。这怎么打？我不打了。我操，又死了，操，还浪费一个召唤。这把打不好啊，没打好，操，看哪个限定就这么惨。气死我了，跳过去抱他扑他，真难啊，给你拼了。已经把我惹怒了。戦闘開始。还有什么？你要一点，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。互相伤害。你还跑。这个行。死了。被插死了。这把是胡乱打的。不让我穿眼鹰都展示一下啊，就死了。再来再来。哎呀，好，人见人爱，一起打。可能是位置没摆好。啊，可以改方向哎！原来这样的用啊，你好能点啊！哎呦！他这移的好多好远啊！我操，也可以这样子打呀！刚才不知道啊，原来可以这样移动。按一技能按住，然后方向移动。戦闘開始。我操，太有空了。我操，好溜哦，我操，这么猛。原来这么好用，我居然不知道啊！还好跟他玩了一把。戦闘開始。我靠，直接可以躲，跟小男一样的，属于无敌状态。我操，原来这么好用啊！现在就知道了，怪不得他把那压轴出来了。戦闘開始。下。又是。跑了。
死了，没死没死。哎我操，怎么能起来？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反正他也没血了。戦闘開始。霸体有球用的，照样啃死你。原来这么溜啊，那你殿下春野樱的厉害，直接可以躲了那个宇智波的分身。二技能可以放三次。戦闘開始。哎呦靠，卡了我操，这卡死了这人，跟他卡了一下，坑死我操。我操，被网络卡掉了。哎，打的还好好的，被他卡了一下。戦闘開始。我操，这家伙也很溜啊。是不是有人一直邀请？刚才一直邀请是卡了，画面卡卡的，打起来没感觉，让他打死算了。打啊！你好打呀！你好打呀！刚玩一个春野樱，刚想练春野樱，他老直接给卡住，卡死了。又有一个啊，他应该不知道套路吧？知道不知道？来试试看啊！戦闘開始，你先上。没抓到啊，他也不知道。他不知道人左右移动的套路，哎，是吧？跟我一样，刚才来不懂。戦闘開始。你看，看我，看出技能了。没分身了啊！勝負あり！戦闘開始！
哎呀，想没起来。我操！直接一枪杀呀，好猛啊！再来一把。太牛了啊！这个感觉还不错，你这个知道吧？比那个佐助好一点。戦闘开始！我操，怎么直接跳过来？哎呦我操！你这个太弱了。有点乱，还是有点紧张。戦闘開始。不是我。总是有点卡卡的。好卡呀！我操！肯定别想抓他，老是卡两下，卡两下。大体也能抓。不要小瞧传说三人之一的纲手弟子，又是个一串三，太暴力了。哇，这家伙也有，人见人爱，果然是啊！戦闘开始！又去！
混乱。真死了，被他拉起来。勝負あり。还是不太适应，哎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戦闘開始。我操！我靠！你丫的，那你来个这玩意，你可知道厉害？戦闘開始。我操，他天差啊，完了。还有没有傲一点呢、啊？没有傲一点，就是我展示名人的时间了。戦闘開始！干嘛要过去？直接扔东西扔死他啊！戦闘開始！来个大姐姐吧！还想练连招的，居然连不死他，是吧？冷静，冷爱，吓死宝宝了！我操，打右。戦闘開始！卡了，我操！老是关键时刻给我卡一下。完了，瞄一点，不能乱跑。我去，连死了！哎，他刚才好像二技能可以换两三四次，我操！戦闘開始！先砸个。戦闘開始！
家伙好狠。戦闘開始。砂鉄結集。砂鉄シグレ。扑死你！扑街是吧？这家伙一定要先扑过去，省得他换虫子。哎呦靠！怎么老是这么惨？这放的可真准。勝負あり。你最后打一把，居然要单挑，打他三个妹子。这家伙都上冷了啊！戦闘開始。不用分身了。哎我去，居然躲过我的鲨鱼，好人的脸，我操！哎呦，没技能了。血没他多，我操！战斗开始。你最惨了，捅死他，捅死他，捅死他，对的。笑死你啊！只要躲开他的风就可以了。戦闘開始！又开始开，又开始开。我操！一下就死了。来抱一个，还有没抱的？抱一个，亲。
我操！我操！一起倒地多好！勝負あり。好，拿不下来了。